欢迎大家嚟我 channel。呢一次系我首次用我自己嘅 channel 去卖我自己属于我自己嘅广告。嚟紧嘅书展系喺7月15号至到21号，我拣咗一日，就系7月18号嘅下午3点到4点半，我将会喺嗰度出现，同大家签我呢一本新嘅漫画。你睇到中文系喺中间嚟嘅。是沒有一個字，你們都知道那個是什麼字，我覺得是不需要寫那個字在這裡，因為我的西遊是跟那個的西遊是有分別的，我這個是現代，是跳時空的西遊來的，而且是真的向西的，所以 Go West。 這本漫畫我是去年開始畫的，現在這個只是上集。當然這個故事其實可能是三倍天眼 的厚度來的，所以這一本是第一集來的，到時見。